我会将一切都燃烧，化为灰烬。 洛里昂赐予了我力量，能继承他意志的人，只能是我。感受被火焰灼烧的疼痛吧！啊！ 这才是天才的技法！让火焰尽情在你身上留下伤痕！哈哈哈哈！ 化为灰烬吧！啊！为了圣殿的荣耀，感受被火焰。First blood， 不过是轻轻松松的事。化为灰烬吧！<笑>